间，对不对？好，所以啦，最后一项啦 ，I can help sort the recycling。好，请问一下班上有没有做资源回收？有。那你们分成哪几类？纸类回收。班上也做。哪几类？好。好，好，哪几类？有没有纸类？有。还有吗？哦，瓶罐 bottles， what else？ 有没有那种铁罐？罐子 can 有吗？还有吗 ？trash 还有吗？比如说刚刚的那个，如果我有一个塑胶袋，我应该是要丢什么类？卫生纸，塑胶类。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上面有 cans， 就是刚刚的瓶罐类。哦，对了，还有 glass， 有没有可能打破玻璃？像以前我那个班上小朋友，他都带那种羊奶罐，就是玻璃做的，就不小心掉下去了，就破掉了。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帮他处理地板之外，还要把它送去玻璃回收，对不对？要不然刺伤手也很难处理哈。然后还有这个叫厨余类，还有 plastic，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塑胶类 ，and paper， 就是纸质类。请问这么多类里面，哪一种回收物最多？你们班上哪一种回收物最多？最多。好，那也有可能是纸类哦，因为我们印了很多东西，有可能用到纸，对不对？好，那为什么我们要做那么多事情？哦、because I love my world。你喜不喜欢你的世界，你的地球？ Yeah。 喜欢，对不对？因为我们才能够居住啊，才能快乐的去玩啊，对不对？所以以上我们说了十件事情是可以帮助地球更好的事情哦。好，那来做一个小小的测验啦。来，小朋友，刚刚有没有看到这页？有。Do you understand？ 有，对不对？好，来，请跟着我一起说 ，Turn off the light。Turn off the light。刚刚说了嘛，离开房间需要把灯给关掉。OK， try again。Turn off the light。Turn off the light。好，下一个 ，Turn off the tap。把什么关掉？水龙头关掉。好，那等一下的测验方式很简单。我会请每一组派一个小朋友出来。You cannot say anything， 不能用讲的。But you can do some actions， 你可以做动作。然后两个里面会有一个是他的答案。好，比如说第一题，老师做你猜哦，好。但是可不可以直接讲出来答案？不行。You have to raise your hand， 你要举手，老师点你，你就可以回答，好吗？好，来第一题哦，有可能是 turn off the light， 也有可能是。Turn off the tape， 来看我的动作 ，OK？ One, two, ready, go！ 关。Turn off the tape， yeah， you got it。好，那如果等一下答对的同学的话，我们在比较前跟我一起做动作，然后把它说出来哦。OK， stand up， try it。OK， two more， stand up。请大家。OK， and you say， 好，全班也可以跟着说，但是他们要做动作。Turn off the tape。Yeah, one more time. Turn off the tap. Good. Next job, please. 好，接下来下一题，第二题。Okay, yeah, that's one. 好，这是正确答案。好，第二题了，先一起念字。Throw my trash away. Very. One more time. Throw. 就是丢的意思。My trash 是什么东西？刚刚讲的。哎，垃圾把它丢到应该丢的地方。好，第二个请念是 big， the bird， in winter， 在冬天它会喂小鸟吃它适合吃的东西，对不对？好，来，有没有人小朋友可以上台帮我表演一下？哎，小朋友，好，仔细看哦。那也来吧，等一下。好，有可能是 throw my trash away or be the bird in winter， OK。Ready, go. 好，来，请你帮我选举手的小朋友。Be the bird in winter, is that right? Check again. No, try again. Which one? 好，再选一位，选边的也没有关系，你要选谁？
throw the trash away, right? Okay, is that right? Yes. You see? You got it. Thank you. And now you have to stand up and do with me. 好，全班妈妈一起说好了，不然他们又要做动作又要讲话，很忙的。好，一起念是 throw my trash away。好，来，你们试一次，我帮你讲。One, two, ready, go. Throw my trash away. Okay, good. 是一个。好，接下来第三题，有两个，你猜猜看是什么意思？第一个是什么？Okay, so thank you so much. 好，来一起念词 plant。
反正就是答对，对不对？ OK， stand up， 只有